好，同学们早上好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老师希望你们都很好，今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大家都要站起来哦，我们要一起赞美主耶稣。亲爱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心，永远跟随不放弃。我们要一起学习新的歌，叫做《我属于主耶稣》，I belong to Jesus。同学们可以一起唱歌，一起跳舞。来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对我们很好。我们现在要听你的话，求主你住在我们的心，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感谢和祷告。阿门。耶稣所爱的孩子们，今天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，来听和默想上帝的话。我们要一起看《路加福音》18章第10到14章，《路加福音》第18章第10到14章。有两个人到圣殿里祷告，
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：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、不义、通奸，也不像这税吏。我每周禁食两次，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。但那税吏却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而是对着胸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二人回家后被上帝算为义人的是税吏，而不是法利赛人。因为至高的人必找便宜，谦卑的人必得尊荣。孩子们，妮妮和娜娜在同一个班。妮妮是一个勤奋的孩子，成绩总是很好。娜娜只是学习很努力，但成绩不是很好。有一天，两个人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。妮妮觉得很难，最终从书本上作弊，而娜娜尝试自己做，尽管并非所有答案的都是正确的。作业交上去后，老师发现妮妮作弊，就把她交到了教室前面。老师问：妮妮，你自己诚实地做这个作业吗？妮妮感到害怕和尴尬，但她记得诚实很重要。妮妮声音颤抖地说道：不是老师，我在书上作弊，因为我觉得作业太难了。老师微笑着说：妮妮，很高兴你诚实地表白了，这个是很好的一步，从现在开始要更加努力地学习。亲爱的同学们，上帝总是知道并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因此我们不能向上帝隐瞒任何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犯罪时，上帝希望我们在上帝面前诚实地承认我们的错误，就像今天圣经中税吏所做的那样。耶稣讲述了两个人去圣殿里祷告的故事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另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骄傲地祷告，提到他所做的一切善事。然而税吏却站在远处，连脸都不敢抬头。他拍着胸口说道：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耶稣说，税吏被上帝诚意回家了，法利赛人却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税吏在上帝面前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，并且谦卑自己。同学们，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时，上帝会赏赐我们的诚实和前辈。当孩子们祷告时，不要害怕向上帝承认我们的错误和罪恶，他知道一切。如果我们诚实并悔改，
上帝肯定原谅我们。来，我们一起祈祷。主耶稣，如果我们经常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令你的心悲伤，请原谅我们。主耶稣，请管束并净化我们，并帮助我们过着永远讨你喜悦和荣耀你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好啊，同学们，都不要忘记哦，我们是属于主耶稣，不要害怕向上帝承认我们的错误和罪恶。祝耶稣爱你们，今天祝你们过得开心，再见。